못생긴 줄이에요. 男团 TWICE 成员秀彬是演艺圈众所皆知二代女团 KARA 的狂粉，她主持的个人综艺《本命的本命》第一集就以 KARA 发表会为主题介绍 KARA， 还搭跳 KARA 的热门歌曲 Mister， 但没想到她的偶像奎力其实就坐在台下看她表演。这么弱，我可是给你的。奎力突然出现，吓得秀彬害羞逃走，缩在角落，还差点撞到讲座，引起全场爆笑。不少网友也纷纷被秀彬可爱的举动笑翻。언제부터있었어요？뭔말했지？정핑노래는별로안좋아하긴하고승현누나를좀더좋아했던시기였고아예연대는숨길수가없구나많은말을했지